各位老大哥，在80年代、90年代组合音响当中，健舞的这一款可以说是顶级的了吧？有懂行的吗？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，15寸的一个共振膜，10寸的中音，看到了吧？近距离感受一下，看一下我，它到达哪儿？看见没有？10寸的黑胶唱机。磁带、均衡器、功放、六碟 CD，其实我特别喜欢那个 CD 机六碟的。感受一下它的声音，开机，先拿出来，看见没有？播放，我们随机往前进点。第三个，问一下各位老大哥，在90年代的时候，您说能拥有它，它最起码说这户人家是怎么的一个身家？暗礁有人穿。